各位亲爱的侨胞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休斯顿台湾同乡联谊会会长冯启峰，很高兴本会为了热烈庆祝我们休斯顿庆祝中华民国110年的双十国庆活动，我们本会举办了双十国庆杯的歌唱比赛，然后呢，地点是侨胞中心的大礼堂，时间是10月24号的星期天的下午2点到4点。这次的比赛方式呢，我们是限18岁以上的成人，我们可以单人以及双人以上的合唱，然后自选歌曲限于华语、台语以及客语，然后呢，报名费是10块钱，然后呢，请所有的参赛者自备自己的 CD 音乐伴唱 CD， 然后到时候我们播放来比赛，然后获胜者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会第一名是奖金150元，第二名是100元，第三名是50元，另外我们也择取选取两个优胜的两名，各25元。参赛者也都有礼品以及奖杯，人人都有奖。然后呢，不管的年纪，欢迎你来一起热烈参与我们庆祝我们中华民国114年国庆活动。来，我知道侨界有很多喜欢唱歌的，也平常都在苦练，这个时候是你们展现舞台的机会。然后呢，报名请向我 ，OK， 冯启峰，手机是281-236-4888，跟副会长罗秀娟832-607-5038来热烈报名参加。我们期待你的来各位唱歌比赛。